五戒相经千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我们上一集与诸位同学学习到淫戒最后一段经文。这个经文佛给我们讲，佛有二身，一个是身身，一个是戒身。身身就是佛呢这个身体，这个火化之后留下来的舍利，身身舍利。戒身就是佛传授的戒法。那么佛在这段经文讲到这些重要的话那么这个五戒呢佛主要对出家比丘讲那么叫这个出家众再去传给在家众。因此，我们出家众不能说这个是在家五戒我们就不要学了我们经文很明显看到了，佛是对比丘讲的那么这个在家人他受五戒来请教出家众像我们现在道场都有为人家。传授这个三皈五戒，那么我们给人家传授三皈五戒实在讲我们就有这个义务跟责任把这个三皈五戒它的道理、修学的方法跟大家说明这个是一定需要的。那么，在过去，我们举办这个三皈五戒也办了很多年了，很多人也受过五戒了，受了三皈五戒了。但是，对于这个五戒的内容就没有进一步去了解。那没有了解呢？对于持戒，对戒律这个开支持判，到底自己有没有持这个戒，还是犯了这个戒，那什么时候要开戒，什么时候要遮戒，要预防，对这些都完全不了解，因此受了戒呢，顶多是一个形式上的。没有实质上的这种意义跟效果了。那么我们这次有这个因缘呢在此地有比较长的时间呢，可以安排来跟同学一起学习，这个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我们道场常常为人传授三皈五戒特别出家同学呢，一定要学习你将来给人家传授这个戒要给人家说明那么最起码呢，我们也要告诉他呢，你要看这些相关的书籍经典。给他只是一个明确的修学资料，让他呢知道从哪里来学习。那么我们看看这个五戒这个第一条是杀戒，第二条是盗戒，这个淫戒呢是在第三条。那么前面呢
杀戒跟盗戒。啊，佛呢还没有用这个身身跟戒身来做比喻啊，但是到了这个淫戒这一条呢，佛就用了这个身身跟戒身来做个比较。啊，他不是一开头就以这个来做比较。啊，以这个杀戒盗戒啊，是以第三条啊，啊，也就是这个五戒当中的一条啊，第三条是当中的啊，这个当中这一条。那么以这一条来做一个比较啊，破坏这个戒身呢，那比破坏佛的身身舍利塔那个罪过还要严重。破坏佛的这个舍利塔，像这个舍利塔呢，多高多庄严呢？啊，到梵天了，大梵天啊，那个我们都眼睛都看不到的。啊，那么这么伟大庄严的舍利塔破坏了，佛说这个罪还尚可悔。尚且可以忏悔啊，但是呢，如果亏损了佛的戒身啊，那么受罪呢，就像伊罗罗龙王啊，这个意思也就告诉我们了啊，那么这个罪报啊，比破塔要严重。那么祖师也给我们讲啊，反过来讲啊，这个。你持戒的功德呢，那大过于你造七宝塔的功德啊！你七宝塔造到梵天那么高啊，还不如呢持这个戒的功德。可见呢，持这条戒呢，它的功德利益啊是多么的殊胜啊！那么佛呢，在此地呢，给我们讲这个戒身啊，因为戒身就是法身啊，佛以戒定慧解脱，解脱之戒啊，这个叫五分法身啊，五分法身。那么我们要恢复到我们的法身啊，这个戒是第一个啊，第一个啊，也就是我们修学的一个下手处。这个非常的重要啊。那么我们有了这个戒呢，我们修行才有本钱啊。不管我们学习讲经说法啊，或者你要修行啊，或者呢要迎福啊、修福啊，这个是基础啊，这是本钱啊。那么没有这个基础呢啊，要修哪一方面的障碍呢？都非常多，啊，障碍重重。这是我们必须要明了的啊。那么我们现在如果发现我们学习过程当中呢，障碍重重，啊，那么很多障碍，这个烦恼呢也降伏不住，啊，贪嗔痴这些烦恼啊不断的增长。啊，心不明了啊，这个心不明了呢，就是自己好像觉得自己很认真在修行啊，在用功啊，但是呢智慧不开，那么也不知道呢自己到底是修的对不对啊，也不知道呢自己对在哪里啊，错在哪里啊。那么我们每一天呢，这种心理状态呢都是浑浑噩噩的啊，这样度过，这个就叫心不明了
啊，不知道自己啊修行的情况啊，那么这个就是戒根还没有清净啊，戒根不清净啊，就是过去今生造了这个恶业呢，没有铲除干净啊，这个戒根不清净啊，那么我们修学过程呢、啊，必然产生这个现象。那么产生这个现象呢？这个疑惑就出现了，到最后呢，这个信心呢、啊、就产生危机了。啊，那么到还没有发现这个业障的时候呢，好像也没什么事，啊，好像也蛮好的啊，但是呢。一旦这个境界现前，业障现前呢，那么就产生这个信心危机了，啊，这个疑惑就出现了，啊，那么这一类呢，一定是这个跟我们业障啊，这个戒根不清净有关。因此我们出家人这个是第一个要修的啊。但是现在我们出家人啊，实在讲啊，我们现在修的呢都不知道要修这个啊，他不知道要修这个，那么所修所学的呢，可以说跟自己应该要修的呢，这个就不相关的啊，不知道了，哪是我们主要啊要修的啊，那哪些事情是其次的啊，这个都疏忽掉了。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来啊做这个义工啊，来修复啊，这个是补助我们修行的啊，补助我们修行啊。那么这个持这个戒是正修啊，那么修复呢啊是助修啊，帮助我们持这个戒的。那么你有这个正修啊，那么这些来帮助啊，帮助我们这个正修啊，这样啊就对了啊。如果把这个你应该要学习要修的呢，把它抛在一边啊，那么我们来修福啊，这个还是呢以轮回心造轮回业啊，那么修的再好了，还是得人天福报啊，得人天福报啊，顶多得人天福报。那么人一享福就迷惑颠倒啊，这是一定的啊。几个人他享福的时候，他会清醒过来呢，都是迷惑颠倒。迷惑颠倒呢，他必定又造业啊，又造恶业啊。那恶业呢，造多了。福报享尽了，那就堕三恶道了。啊，这些事情啊，我们在家出家四众弟子学佛啊，不能不明白。啊，一定要清楚明了啊。这是讲到啊，这个戒身它的重要性。啊，那么你修福呢？你造这个七宝塔，供养佛的舍利啊，到梵天那么大，那他不如持这个戒。那么佛这一段经文呢，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提示了，很大的提示啊，就是要我们重视这个戒的修学。
不能只修福，不重视这个戒。如果你只修福，你那个塔造得再高再大，疏忽掉这个戒，那这个功德也不如持戒，这个功德，这个是我们必须认识清楚的。所以佛在这个经文这一段非常非常重要。 那么特别在这个淫戒这一条，那么这一条是最难持的一条戒，因此佛在这个地方话才讲这么重，意思就是我们能够持这个不邪淫这个戒，那么比你去造这个七宝塔到梵天供养佛的势力。 那福报还要大，那个福报跟你持这个戒不能相比。为什么呢？你修福造塔可以得人天福报，但是你持这个戒你可以脱离三界六道，那当然这个结果是不一样的，所以佛才特别用这个来做比喻，也是。 告诉我们持这个戒它的功德利益在哪里？但是这个戒是我们无始劫以来的习气，是轮回的根本，最不好持的，所以特别的提醒。那么不好持，我们这生学佛了，不管在家出家总希望我们能够。 了生死出三界，这是大家共同的愿望。我们念佛人希望往生净土。往生净土就了生死了。我们希望达到这个目标。那么希望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就不能不重视这条戒的修持了。一定要重视。那么持这个戒要怎么持呢？ 这个偶益祖师讲，佛制定这个戒它的总关键跟修这个观是密不可分的。观就是观想，所以偶益祖师在韩解集也给我们开示。 这个佛规定，出家众5年学戒，一出家5年专精戒律。那么专精戒律也不是只要求在表面上的搭衣持钵，也不是只讲求表面的，不讲求它的内容。不但这个戒律开遮持换要明白。 而且还要进一步的理解，他这个戒是叫我们修什么？我们修这个戒要达到什么目的？这个当中祖师就很慈悲给我们说破了，要修四念处，最急的、最迫切的，就是要修四念处。你这个四念处观如果 没有修，光持这个戒又变成人天福报了。所以戒定慧三学它是连贯的，它是相关的。所以你修这个戒，同时修这个戒一方面要修这个观。我们持这个戒，这个戒来帮助你修观的。 那么你修观又回头来帮助你持这个戒，它是相辅相成的。在教下讲止观，那止观也就是禅定。那么观它就是看破。这个止观的原理，这个观当中有止，止当中有观。
那么四念处呢就叫观，啊，四念处观，啊，如果你这个戒没有四念处呢，那个等于有这个外表没有内容。那么持戒有四念处啊，偶遇祖师给我们讲啊，你这一生可以证阿罗汉啊，那么还可以达到呢圆教十地菩萨，克惑不难呐、啊。那可见的这个四念处观多重要呢，这是祖师在语录里面、啊、特别强调的，特别提醒我们啊。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持这一条淫戒，我们现在也很想吃啊，啊！但是呢，看到这个美色啊，当前的时候呢，啊，虽然这个身体没去换，但是呢，总是会起心动念。你能不起心动念吗？啊！如果我们网络上的同学呢，如果这个，大家可以做一个这个考验啊。那有的人说我不会起心动念了啊，算不算呢？啊，实在讲啊，那个微细的念在动，你自己不知道啊。等你发现的时候呢，那已经是大动了啊，你都控制不了了。那为什么不知道呢？因为他平常没有提起观照的功夫嘛，你观察不到你自己的起心动念，微细的起心动念。所以《太上感应篇》道家也讲啊，道家要修仙啊，他对这个戒啊，都要从心莲处去戒啊。我们在《感应篇》看到老子呢，他只两句话。那么这两句话呢，那含义太深了。我们粗心大意看过去，好像感觉没什么。但是你仔细去揣摩呢，很深的道理。它是从你起心，那个微微动一个念头，那个时候啊，你就要观察到了。这个时候啊，你要就要把那个念头啊，给它排除掉了。啊，这个叫从根本修。那如果你没有观照的功夫，你自己起心，你自己也没化解啊。啊，等到很明显的时候呢，那已经是到相当的一个程度了。啊，发展到相当的程度了。啊，所以太上讲啊，见他色眉起心思之。见就是你眼睛眼根一接触一看到，那个微微的念头一动，就要马上发觉到。啊，但是你这个念头微微一动呢，鬼神就已经记录罪过了，啊，不要你身体的去换啊，嘴巴去讲啊，这个念头一动，你看太上这个就记过了。可见得这个观啊，它的重要性啊。因此呢，我们持戒啊，要持得好，观不能不讲求啊。那么我们上一集呢啊，跟这个同学学习到这个淫戒啊，那么这个广化老法师呢，举出几个历史公案啊，给我们。大家呢做参考啊，就是守这个戒呢，那么他的福报呢实在是意想不到的殊胜啊。那反过来讲呢，不持这个戒呢，那也有意想不到的灾祸啊。但是呢，要持这个戒很难，很难，特别在现在这个时代啊，因此。广化老法师他劝我们依这个《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自心念观世音菩萨，
啊，求佛力加持。上一次我们就学习到这个地方。那么接下来呢，广化老法师呢，他也举出这个视觉观，啊，这个就讲到观想了，啊，我们一方面呢求菩萨的加持，啊，一方面自己呀，啊，提醒自己，啊，这个观就是提醒自己，常常做这个观想，啊，下面呢就是要跟我们讲这个观了。啊，我们看这个文，嗯，视觉观啊，这个一二三四的四啊，就是这个有四方面啊，让我们去观察，啊，让我们在这个观察当中啊觉悟。说此观诚实，身之彼我同具肉质，是为随境除贪方便门。这个视觉观呢，就是这个观想成就的时候呢，你就深深的知道了彼我啊，就是彼就是别人了啊，那么我呢就是我自己，同具肉质，肉质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啊都是很丑陋的啊，不清净的啊，这个是是为随境除贪方便门啊，这个就是随这个境界呢，那么我们常常去这样观想观照，那么排除这个贪利的方便法门。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观啊，我们可不能疏忽了啊，可不能疏忽啊。过去我自己修学呢啊，很早就看过，但是看过呢就是粗心大意的看过，那么没有细心的深入的去做这个观想啊，因此功夫啊也就不得力了啊，遇到境界呢还是起心动念啊，还是不行啊。那么你一起心动念呢，太上就给我们讲了啊，鬼神就记过了啊。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个文，凡夫云欲念，世事常迁徙，素生为女时，见男便欢喜，今世得为男，又爱女人体，谁在绝渠屋，爱从何处起。凡夫云欲念啊，这个凡是凡夫就有这个淫欲的念头啊，《圆觉经》佛给我们讲啊，不管是胎生、卵生、湿生、化生，六道里面的众生都以淫欲而正性命啊。我们六道众生呢，你这四生四种生命的形成啊，它主要的因就是从淫欲所生的。那么我们这个身体怎么来的，也是淫欲来的啊，这个我们在学习沙弥利益啊，学习到这条戒呢啊，也看到弘赞律师这个注解啊，我们这个身体怎么来呢啊，看到父母在交媾啊，自己动了一念啊，就入这个胞胎了，自己控制不住了，所以这个淫欲念啊，是六道生死轮回的根本，是这么来的。那么你有生，他就一定有死嘛？啊，其实啊，我们人一出生啊，就被判死刑了，啊，因为有生就有灭嘛。那无生就无灭。那么我们自己本来的面目呢，它是不生的。啊，我们的法身呢，它是常住的，它本来就存在的。啊，本来无生，当然它不会灭。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有生灭，是怎么一回事呢？是缘生的。啊，缘聚则生，缘散则灭。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缘聚缘散呢？你起心动念了。啊，在这个不生不灭当中呢，妄见生灭。啊，那么这个起心动念呢，这个淫欲念呢，
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啊，你这个身体就这么来的。啊，那么你在现在再看看呢？哎，你的子孙，啊，你的儿子孙子，那不都是从阴历生的吗？这个叫缘，从这个缘生的。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缘呢？因为有这个念头，你动了这个念头，发展出来的。那么凡夫都有淫力念啊，如果哪一个凡夫说没有淫力念了，啊，你不要听他讲啊，他自己有，他自己不知道啊，除非呢他证得阿罗汉果了啊，那么他说他没有淫力念，那这个我们可以相信啊。那阿罗汉以下的呢，他说没有啊，只是轻重不同。啊，一定有，啊，这一点我们要先认识清楚啊。那么有淫力念呢，就世事常迁徙，被这个淫力念呢，为什么叫迁徙？就是六道轮回了。啊，那么六道轮回呢，有时候做女的，有时候做男的啊，这个身是不一定啦。啊，这一生投胎做男的。可能来生就变成你的，这生你的，来生又变成男的，这个六道轮回啊，改头换面，啊，这个相啊，千变万化，改头换面，啊，但是那个性啊，是从来就没变的，啊，从来就没动过，啊，但这个相啊，千变万化，就像我们看电视荧幕啊。啊，电视那个荧幕、荧光幕呢，它没动也没变，但是里面呢，啊，那些现象啊，啊，那些景象啊，那可多了。但是再怎么变呢，它荧幕还是没变。那么我们本性啊，就像荧幕一样。所以素生为女时见男便欢喜啊，那么素生呢，啊，做女的时候呢，那看到男的他会生欢喜心啊。今世得为男又爱女人体啊，那么这生做男的看到女的又喜欢了啊，这个是两性啊很自然的一个反应啊，自然的反应。那么根源都是从淫逸心来的。说谁在攫取物，爱从何处起？啊，这个爱啊，就是贪爱，啊，这个爱呢，跟那个仁爱，啊，这个慈爱啊，那个意思不一样，字一样啊，意思不一样。啊，这里讲这个爱是贪爱。啊，那为什么会贪爱呢？因为不知道那是不清净的，啊，没有去观察那个不清净的，啊，只是看到呢那个好看的一面，啊，这样去动念头，啊，那么如果我们常常知道那个是污秽啊不净，这个贪爱心呢就不会再升起来了，啊，这个也是告诉我们了。为什么你会贪爱？那下面这个四节观呢，就是一个方便法，说睡起生觉第一，啊，就是睡觉起来啊，你看到这个现象了 啊，就要觉悟了啊，这个第一条，啊，莫想清晨睡起，两眼朦胧啊，未经灌漱，此时满口黏腻。舌房堆积甚是污秽，当念绝世交之，重聚樱桃美口，而紫粉未服之先，其态亦当尔尔。就刚睡觉起来了，还没有打扮啊，还没有盥洗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没那么好看了，啊，这个时候就没那么好看了啊。这个是
遂起生觉第一啊。啊，第二个呢，最后生觉第二啊。莫想饮酒过度，五内翻腾，明晨忽然大呕。进吐腹中未消之物，恶犬嗅之摇尾而退。当念家人细酌，玉女轻涕，而杯盘狼藉之时，腹内亦当尔尔。啊，这个是讲喝酒醉之后啊，这个酒醉呢，啊，这个吐。以前我在家的时候也曾经喝过酒啊，也真的酒量不好啊。有一次呢，也吐了。那么我们也看到别人喝酒吐了，那喝酒吐出来，你说那个味道好闻吗？你看了都很恶心了。那么这个是告诉我们呢，这个。美女她如果喝的酒醉了吐出来了，那个东西呢也是很脏的，你闻都不敢闻的，这是喝酒醉，观想喝酒醉的时候呢，升起觉悟，第二个，那么第三呢，病时升觉第三，莫想卧病以后面目离黑，形容孤槁，又或疮痈虎溃，脓血交流，臭不可尽，当念国色芳容，纵或年华少爱而疾苦缠身之日，形状亦当尔尔。这是第三个观想。讲到这个这一段我想起20年前了，这个大概也有21、22年了大概22年前的，我出家第三年那么在这个法场图书馆第一年、第二年住在佛陀教育基金会。第三年呢、就到图书馆。那么图书馆当时呢有一个居士那么这个居士呢现在也往生了姓周的女众周千龄居士已经也往生好几年了。那么他一个女儿非常漂亮他女儿在台北市木栅呢读那个世新就是世界新闻专科学校现在改为世新大学了就是学新闻广播媒体这个科系的。那么当时这个读了大学大概20出头那么在当时学校也被称为校花了校花就是说他们在学校里面呢算是很漂亮的这个女同学了那当然追求的人也很多后来毕业之后呢在台北市有一个男众这个不是学佛的我听说他家好像在开这个帮人家调整这个脊椎的这个骨折断的他们有祖传的这个方法凡是治不好的然后他们都能治的这个骨断了或者骨头碎了不需要开刀那么当然他们有这种祖传的技术家庭经济上也算相当不错也算相当不错那么就认识了这个
周姬是他的女儿了。那么这个双方面呢、也都这个订婚了啊，还没有结婚，订婚了。那么订婚之后啊，有一次他这个周姬氏的女儿呢，这个身体不舒服，去医院检查呢，发现了子宫癌。那么子宫癌呢，这个发现之后呢，这个他们就想去开刀啊，把整个子宫啊拿掉。但是他这个未婚夫呢，这一方面呢，觉得说他自己没有为他生这个儿女啊，他也觉得很不好啊。那么他想尝试用一些中药秘方治这个病但是呢，这个病到最后呢也无法治疗所以那个癌症就不断的扩散。它扩散到最后呢，人一生病啊，就像这里讲的，面目离黑了但是也没有说黑到怎么黑，就是那个病骨缠身了。那么这个他未婚夫的父母啊，就不要了那么他们还没有结婚呢，就搬到他们家去住了就是订婚了就搬到他们家住还没有结婚就搬到他们家住。那么后来呢，这个男方的父母呢，看到他得到这个病了，他就不要了，要退婚了。叫他回家他好让他儿子另外找对象叫他回家那么这个周姬氏这一方面说，那已经订婚了，就算你们的人了，人也住到你们家去了他也不要那么男方女方呢看到这个女儿病了，大家不要了那不要呢，最后呢两边都不要，最后就来找我们了就找到我了这个他们都不要了，那送给道场好了那后来我们说这个，但是还是要医院看看了，不然他在那么痛苦那么那个癌症呢又发作那个痛得受不了总是给他打个麻灰止痛止痛就送在我们那个景美综合医院，离我们道场没多远一个医院就住在那个医院然后我们想在这里比较近要住念方便一点后来我去给他看真的是就像这一段讲的才二十几岁呢，得到这个病那么被这个病呢折磨的是不成人形了当年那种这种美貌花容月貌这个都不见了那么他的未婚夫当时就是拼死拼活的要追求这个时候有这个病他不要了这个时候呢，那个爱心也就没了就没有了后来呢，他母亲就找我们去助念所以我们就去助念了这个往生之前呢，非常痛苦受的那个病苦折磨这个让人看到真是肝肠寸裂真的那种痛苦惨叫声实在是惨不忍睹就二十几岁这样就往生了这样就往生了所以这一段呢讲到这一段呢，我是亲自看到这么一次的一个经验那么这个当然也非常多了如果大家要看多去医院走走看看就不难发现了
人一病的时候呢，那整个情况就不一样了。那么此地这个观想就是教我们呢，你想一个人他病的时候呢，他那个病态，你这个贪爱那个心呢，就起不来了，常常这样观想，会想我们那个贪爱之心，如果你不做这个观想那个贪爱心无始劫的习气呢，控制不住。这个是病时生觉第三。下面呢，我们再看见次生觉第四。莫想通取大次，屎尿停机，白蜡轻盈，处处缭绕，当念千娇百媚之姿，任彼香汤玉体，容色熏身，而饮食消融之后，所化亦当尔尔。那么这一段呢，是看到厕所，厕所我们每一天都要上的，甚至一天要上好几次。但是现在这个厕所呢，都很卫生了，你也看不到什么白蜡轻盈了。这个通衢啊，就是一条大沟，一条大水沟。那么这个在大陆现在还很多。在台湾乡下可能还有，但是我们小时候呢，一上厕所呢就是白蜡轻盈那个苍蝇就飞到身上来了那么有这些大便的地方那个苍蝇最多的这是我们小时候也习惯了那么现在呢，我们现在都用那种马桶了。西洋是那个马桶那么一上厕所上完了，水一冲就你看不到什么白蜡轻盈了，你就看不到所以你要做这个观想不要去上厕所，不要去马桶去找那个最不卫生的地方那你一看这个观想就比较容易想得起来现在大陆上还很多，特别在乡下我都去过好几次有的地方连那个你站的地方都没有的你要上个大号要高空作业没办法蹲的，蹲都没办法蹲的那你去看那个这一关就比较容易修了观想就是人呢吃的。你在美丽的人吃下去，它排出来的还是臭的不会变成香的这个要观那么这个就是说你在撒什么香水你外面怎么撒什么香水怎么撒，但是大小便排出来还是臭的那么这个以上这个四觉观就是让我们从这个方便的法门修对治我们这个贪欲之心要修这一条戒要很多种方法同时并进的。那么特别是年轻人这个体力好精神好不要吃太好最好吃一些萝卜干什么的这个比较不是很营养的不要吃那个营养很高的如果营养比较高的像我现在这个年纪 是需要比较老了年轻人的不需要都不要吃那么好那一天最好吃一餐量也不要吃太多保持个这个肚子常常有一点饿饿的那这个比较没有心情去想那些如果你吃得好又睡得好就是要吃不好那睡得少那努力的工作那这样就没有时间打妄想了这条戒呢就能够吃得好这个要配套的措施也要做就是不要吃太营养的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居士啊，他不知道，特别是出家的男众啊，供养他很多好的东西啊。如果像供养我这个年纪比较大的五六十的，那比较有需要啊。那个年轻二三十岁，你给他吃那么好，他一天到晚在打妄想。啊，那你不是爱护他了，你是在害他了。啊，所以有一些要供养年轻人吃这个好营养的，我建议呢，折合现金呐、啊，可以提供我们来印经。哎，那回向给他，这个功德还比较大一点。不然你给他吃那么好，睡那么好，用那么好，你说他能修行吗？啊，佛教我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啊。所以吃差一点、啊、那么最理想的就是吃一个菜、啊、就一些咸菜，不太营养、啊、不太营养。那这个年轻人、啊、他就没有那种生理上、啊、你就比较 平和他那种性冲动。那现在为什么年轻人他控制不住呢？吃太好了嘛。啊、所以早上起来呢，我建议喝粥啊，萝卜干啊，豆腐乳啊，你不要吃什么气势了，还要讲那些哦，怎么营养的，那害死他了啊。那更不要买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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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他命什么那个营养品，那个更不要吃了啊，反正吃的很清淡的。他人啊，在这样情况之下呢，就不会作怪了嘛。为什么不作怪呢？没那个体力嘛。啊，凡是会作怪就是体力过剩。啊，那他又不干活，如果要干活也好。啊，从头做到晚，做得累乎乎的，他也不会打妄想。啊，你说那吃得好，做得好，又睡得好。啊，又不干活啊。那他不作怪呢，谁才会作怪呢？啊、我们下面呢再看这个九想观、啊、前面这个是四觉观、啊、那么这个九想观呢，这个从安世全书啊啊揭露出来啊，这个广化老法师呢从安世全书揭露出来。那、啊、我们看这个文，九想观，此观尘实荒芜，深厚无量凄惨，是为反中绝爱方便门。人想死亡日，欲否顿清凉，愚人若闻此，愁眉叹不详。究竟百年后，同路尽回肠，菩萨九想观，苦海大金梁、啊、那么这个观啊，你要观成了才算啊。如果我们让观没有观成就呢，这个还不及格啊。我们修这个观呢，成就的时候呢，荒芜深厚无量凄惨啊，悟就是觉悟了啊，觉悟你这个身后呢，这个身死了以后呢，那能很凄惨的。是为反中绝爱方便门。反中啊，因为人啊都有一个阶段性的终点站啊，人总要死的嘛。啊，那么你想到这个地方啊，啊这个贪爱心啊，它就生不起来了。啊、所以人想死亡日了，欲火顿清凉、啊、一个人如果常常想到我现在就要死了，那么你贪欲那个火呢，顿然就清凉了，你就起不来了、啊、为什么呢？没有那个心情嘛、啊、你都要死了， 你还有心情去想那些贪欲的事吗？啊、我昨天听开明说啊，这个
我们这个新的往生堂已经有一个年轻人来使用了，啊，听说是二十几岁的一个年轻人，啊，二十几还三十几？三十四。哎，昨天我去看了那个尼斯往生啊，啊，这个年轻人听说还没往生啊，啊，这边是金山寺的事情。那么也福报算很大啊，这个往生堂都刚刚盖好就来使用了啊，这个也是福报相当的殊胜啊。但是进到往生堂啊就人想死亡日啊，就浴火顿清凉啊，我们从那往生堂经过啊去看看啊，你就要想到我们如果要死了你还想这些吗？啊，这样常常观想啊，这个贪欲的火啊就能够降得下来。但如果你一忘记啊，没有起这个观想啊，这个欲火又升起来了。啊，所以要时时刻刻啊，提高警觉啊，做这个观想。那么现在这个年轻人啊，助念啊，这个对我们也很大的帮助。啊，特别我们年轻的出家男众啊，要去多助念。那么你去助念呢，就想到这一句：“人想死亡日，浴火顿清凉。”啊，啊，你看他都快死了，你去问问他，他还会想这个吗？啊，肯定他没有这个心情了。啊，这是叫我们做这个观想。啊，愚人若闻此，愁眉叹不详。啊，愚人就是。愚痴的人，没有智慧的人，那听到呢这么说，啊，他就愁眉苦脸的啊，他呢啊，这个很不好啊，为什么要去想那些呢？为什么不想好的呢？啊，要想那些干什么呢？就愁眉叹不详了。啊，但是呢，你不想，那事实还是这样啊。究竟百年后同入尽回场。给你活到一百岁，百年以后活到一百二，同样的都要死的啦。所以下面讲菩萨九想观苦海大精粮啊，菩萨呢教我们修这个九个观想啊，这是我们生死苦海的大精粮啊，大精粮啊。啊，就是我们超越这个苦海啊，最大的一个工具。那么第一个呢，叫我们想心思想第一，静观出死之人，正直仰卧，寒气彻骨，一无所知。当念我贪财恋色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淫心淡矣。啊，这个当念我贪财恋色，啊，这个之身，啊，将来呢也是一样，啊，你静观呐，去看看那个刚死的人呐，他就躺在那里，正直仰卧，那寒气彻骨，全身冰冷，一无所知，啊，那么看到别人就要想到自己呢，那我自己将来也是跟这个一样啊。啊，所以将来亦必如是，则淫心淡矣。啊，人常常想到呢，我自己呢，死了，啊，有死的一天，常想到这个问题，这个淫心自然就淡化了。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九想观呢，啊，先学习到第一观，啊，下面呢，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跟大家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